沉静一时的新盘市场再有动作。恒基地产最新推出同市建局合作发展的长沙环影竹，首批推出68伙，是今年首个推出的全新楼盘。项目是单栋盘，提供337个一房至三房单位，实用322至769尺。发展商设有一个清水两房示范单位，以35楼 F 室为蓝本，是全盘最小的户型，但实用依然有322尺。单位不设玄关，打开门就是长方形的厅，开放式厨房设于大门旁边，两间睡房门都是通往客厅，悭翻走廊位，但就减少厅的家私摆放弹性。厨房用上木纹厨柜，有双头煤气炉，上方有挂玻璃杯的位置，露台位有一个聪明的设计，就是挂长式的折叠晾衫架，两个架上下摆放，不用时可以收埋，够晒悭位。较大的一间房有预留衣柜位，对面的细房开积同样方正，易摆家私，而且有玻璃大窗引入自然光。